角最新好去处，一共有三层楼，底层是酒吧餐厅，第二层是 K 房，第三层就是 clubbing， 一站式直接给你嗨通宵。中国风酒吧餐厅有各种不同的食物，包括新鲜海鲜，一碗一碗可爱的意大利面，各式各样的西餐，当然还有不同的小吃啦。不喝酒的朋友有 Mocktail， 这款能喝酒能当棋盘玩，简直就是 2-in-1。 多人来的话可以 order 这种 tower 的。三号酒馆的饮料酒饮造型特别有看头，仙气飘飘，不想喝啤酒那就来杯特调鸡尾酒也是很不错。这个摆摊带有满满浓厚的中国风，有那么多不同的食物，每晚九点到十二点还会有 live band 歌手驻唱，这一层就属于比较 chill， 就是 bar 的感觉。上去第二层就是让你大展歌喉的 K 房啦，房间设计不遑多让，还有灯光效果好像开演唱会一样。去到第三层就是蹦迪 clubbing， 场地充满 LED 和镭射灯光，蹦迪的氛围一秒就能感受出来。每晚十点都有 full band 还有 DJ 助阵，快点揪你的朋友去新地方体验吧。